安打都是打的那种感觉上都不是那么强劲的安打。哎，不过张建民这时候说，我听到你们的这个说话了，所以这时候呢要赶快打出一支那很扎实的安打。对，这个球打得非常深远的，上到了一垒，连续两个半局率先上来的打者都上来，而且都是左打者。前个半局是谢家贤，是一个跑出来的内野安打，这个半局就是外野深远的一个一垒安打。所以慢慢的，我相信中华队也开始了这个熟悉啊，这个领先阵的一个球路。基本上今天让中华队挥棒落空的几率并没有像林宇那么高。今天五局他投了五个三振，林宇投了十个三振。但他只是好像规规矩矩造成出局者，对，就是一个一个的出局者，不让中华队能够大量的得分。这一球也是柳贤振呢，虽然是。